桥山大街的公司里面已经成了全部都淹完了，里面是河哈。 你看，好恐怖，人家的水，看我还得冲。往哈儿提吧，好了，这下子乐山城要不也安逸？看到没有？这个水。 我操！你们看，哪个的棺材都跑出来了？<笑>棺材都跑出来了！里头还有人，绝对肯定有人。 河边上面嘛，游泳池河边上的水，全部泛滥，看猫。他们拍的话就是那个把子那样子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好像。在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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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
请不要触摸车门，以免夹伤手指。下车的乘客，请到右。